绍一下我们台上的乐手。我们从最辛苦的开始介绍好了，我们的贝斯手许信顺。为什么他最辛苦？你会发现我们solo完到旁边去喘，然后他还在那边继续播的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是我们第二辛苦的鼓手俊宏。一样，就是我们在旁边喘，他还在那边叮叮叮叮这样。对，但是你的配音会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的钢琴手，我们的 keyboard 手叶正廷。好，我们的弗鲁格号手，我们来自法国的 Olivier Baron。好，那我是萨斯风手，是苏正宇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就带来这首 Never， 希望你们喜欢的系列。
Thank you.
非常好听的 blues 的曲子，叫做 Shifting Dawn， 是来自 Kenny Dohan 小号手的一个作品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带来就是在鲍勃乐时期一首非常经典的曲子，叫做 Hot House。 那从这首旋律呢，顺便就是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什么叫 Bebop。 所谓的 Bebop 就是你要听一下这首歌的旋律，你就大概会感觉到有点像什么，有点像在跳踢踏舞，就是它的那个旋律的句子绝对是听起来跟即兴很像，就是一长句一长句喷出来，然后没有什么呼吸的就是空间，对的感觉这样子。那在那个时期呢，就是1950年代，其实Bebop 这个音乐在爵士乐，其实不只是爵士乐，是后来的音乐就是来讲，它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。因为大家对于爵士的印象其实有蛮多成分是 Bebop 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累积的出来的语汇这样子。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曲子，叫 Hot House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那大家刚刚应该有听到这个旋律非常的繁忙，对不对？出完之后都有点喘，然后要继续吹 solo 这样。对，所以刚刚大家从旋律里面应该就可以听到很多 B 跟 Ba， 有没有？有这种感觉吗 ？B ba d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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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 do ba do ba b，B ba ba do do ba do ba do ba b。所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这样子产生了我们现在所念出来的 B Ba。对，就是这个音乐就这样产生的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带来我们今天演出的最后一首曲子。之前我们再次介绍我们台上的乐手，我们的鼓手林俊宏，我们的贝手许迅顺，我们的 keyboard 手叶振廷，我们的副鲁哥号手 Olivier 方红，那我是萨克斯风手朱胜宇，是 Five Jazz Man。 那大家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音乐，有几个支持的方法。第一个就是你们现在可以拿起手机，我们有粉丝页，对，就是你现在在 Facebook 打那个 Five Jazz Man 就找到我们粉丝页，然后帮我们就是追踪跟按赞一下这样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有看到我们现在身上有穿这个制服，不是制服啦，就是我们有新的团服。对，那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就是找我们旁边这位，就是我们的行政小姐了解一下，好，了解一下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带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子，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叫做 Autumn Leaves， 希望你会喜欢，谢谢。Thank you.
演出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那我们非常谢谢主办中间堂管理处，然后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音控老师，就是没有这么好的对音响设备，我们没有办法呈现我们所喜欢的音乐，那再次谢谢大家，然后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夜晚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